首游机加满油退出，然而李水文还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指挥其他战斗机完成加油任务。这样高强度且危险性极高的工作，他每次都要经历好几个小时。一结束训练回到地面，他都是满头大汗。 他这个程序太多了，精力特别集中，危险性也大，心理上还是有压力的。加油机空中加油师李水文的工作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舱内啊，可能是比较小，然后咱们这个摄影老师可能进不去，我就拿自己的这个 GoPro 进去看一下。上下的时候慢一点啊。哎呦，这梯子也难上。它下面是空的。 我一旦这个脚踩空了，或者说扶不稳，就有可能会掉下去的一个危险，真的，这个舱内真的是特别狭窄，才上来大概只有不到5分钟左右吧，我已经感觉到呼吸困难，然后人很压抑，我是很佩服咱们的李教员啊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一次飞行可能都要最短要1个小时，长一点可能达到4、5个小时，那么在这么一个 密封的环境里面呢，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。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您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22年呢？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，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呢，我也是越干时间越长，感情越深。正是因为对飞行事业的热爱，才让无论是第一次担负反潜巡逻机实弹考核任务的九贵军，还是在空中加油机岗位坚守了20多年的李水文。 无论是新组建的单位，还是老牌部队，他们奋斗的航迹已遍布祖国的海岸线。随着战斗力的不断提升，新型作战力量、能战机组数量成倍增长，面对高难科目，飞行人员不断在训练中磨砺，在任务中成长，才铸成了这支全面过硬、全时顶用的海空利剑。